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卯月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YouTuber's Life 哦。上一集我们结婚啦，就跟我们的 Cash。那我们在今天就是搬到这个新的家，豪华公寓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我们搬家咯，棒棒。那我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我们房，就是这个公寓里面的布置。室内装潢之类的，好，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行事历好了，应该没有什么特别想看的吧？哎、欸，又到账号，付钱啊！不然又跟上次一样啊，我们账号被盗，然后粉丝也掉了。那我们这边有多新增一个工作站三，有点发音不标准。这是工作站三哦，所以我们表示我们可以这边再多录取一个合作对象。对，那这边还蛮特别，就是我们的房间在二楼，然后这边有工作站二，然后他继续让他做影片啊、哦，不然他我觉得他有点跳舞跳得太辛苦。那我们的游戏，你去玩这个好了。初体验，帮他安排一下，用二号，用二号，因为我们三号工作室好像就是我们还没有升级啊，就是我只有开始基本配备。那我们上来二楼，有我们的床，还有那个冰箱。那我们游戏机都在二楼，就是在二楼这个地方了，游戏架也在这里，对，还蛮特别的，所以他们都要上来进行那个游玩。好啊，跟你聊个天哦。啊，我老公很忙。那我们这边有费用哦，接受。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，我们之后要邀请谁当我们的合作伙伴哦。我们觉得 Kobe 怎么样？他排名10哎，应该费用蛮高的。我觉得我们这次约个男生，这样子我们有一男一女来帮我们一起录影片，感觉他也不错。这个 Ava 看也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一样从一等开始培养，还是我们把他这个 Roger 叫回来一起当我们的合作伙伴啊？我觉得大家都蛮在意他会不会继续跟我当仇人，因为我有些。观众都会想说啊，我们可以那个时候当初选择，其实可以跟他一起搬过来的话，好，我们的关系就会维持住哦。我觉得这个是个新的目标好了，那我们真的就跟来聊天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想跟我聊天啊？关系极差。好啦，那我们先不吵你好不好？我们来升级一下这台电脑。还是我们哦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稍微升级过了啦，先买的时候先升级过一下，继续升级一点点吧。好，就先这样。想聊天吗？好哦。那我觉得我们再买一点食物，我觉得我们食物柜也快没了。吃点生菜沙拉，健康。好，就这样。中毒哦，不要。明显的骗局啊！这当然啦、啊，一定知道的事情。显示。哦，兴致缺缺吗？我觉得删除啊，兴趣太少的影片我们就不要放。合作影片。还是我们先吃饭好了。我稍微看一下我们的那个饱食度有点低了。那他就先自己再去做影片，我们就继续啊，好像没什么影片可以弄，大家都兴趣就变得很少。工作站三，哦，没关系哦，让就是让他去那边工作一下。我们的配件一直来，一直来，哎，
开心。好，我们来去吃个饭好了，上楼。我现在吃饭都要到上楼，到楼上去，真麻烦。嗨，亲爱的，好哦，好哦，吃饭吃饭。噔，汉堡包。嗯，然后再睡个觉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好了，我们还没有群网哦。其实我们搬到豪华公寓啦，就可以加入一些特别的群网。因为我们哦 ，YouTube 排名换人了耶！上次我记得不是他，我记得是这个人，对，什么艾利奥特之类的。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加入这个群网。那群网的话，就是要100万的订阅。我们现在距离目标还有点差距啊。对，我们可以继续努力，真的，我们总有一天可以到达这种成果的。相信我 ，trust me。然后我们就是观众就跟着我一起进入100万的目标吧。睡觉睡觉，我们睡个觉之后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赶快邀请一个合作伙伴了，真的。先升级一下我们工作战衣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今天就是一直在花钱日啊，没有赚钱。钛合金机箱欸，嘿嘿，买。等，这个 monitor 也太酷了吧！这个显示器也太酷了吧！这是国防部啊，三萤幕哦，这是三萤幕，不是双萤幕了哦。哇哦，哇哦，旗舰版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显示器。先等一下哦，我就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再买一点新的游戏片。噔噔噔噔噔，买点新的哦，不然我们都没有办法赚钱了。拍一些新的影片。好，就这样。那因为我们影片的类型呢、有新增了两项，就是之前都没有拍过的，就是一个就是评论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开箱文哦。当我们买新的游戏的时候，它就会来开箱，就是我们有这个开箱的选项。来吧，我们来开箱看看，选择工作战衣刚升级的全项。防喷麦，然后低解析度，好、哦，没关系。好，先开箱。发布会邀约，好哦，接受，去吧。9月7号，我们两天。这个好了，先拿发布一下，不然我们都没影片可以去发布了。好，开始拍箱，开箱文。噔噔噔噔噔，游戏概况，讽刺一下，讽刺一下我们的影片。现实中游戏哦，我们乘2倍，哈哈，中了。过场动画，有趣，加分。然后困难的挑战哦，唱歌啊，唱歌，加分加分。无趣的评论哦，哇，我们好专业哦，感觉讲得很认真呢。升级了，噔噔噔，布袋提示，跑题一下咯。那这个是一次自然灾害毁灭了一切，怒。开始游戏前时间。哦，刚好我们也没卡牌可以用了，最后一段。好，下一步，我回家你在干嘛？我在拍片哦，亲爱的。这个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分数高一点啦。这个，好，就3322 3322这样子。平滑移动，
调准调比，就是调整对比度，柔焦，再来一个等级色彩，好，上传。哇哦，兴趣很高哎，果然开箱文大家都在爱看呐、啊。上传上传哦，你要邀请肯定哦。可是我今天应该要去那个，好啦好啦，跟你去跟你去，跟你去跟你去。那我们去这个发布会，就是去看刚刚看电影哦。看电影时间，搞不好我们可以认识新的人，然后就顺便把他邀请回来，当我们的合作新伙伴，这样我们就两个助手一起跟一起工作，一起，可以跟他录制影片哎、欸，拥抱一下好了，很久没有出来啊，不过我们刚刚调情会怎样？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乱搞啦。我以为，你在这里耶、欸。可以采访你吗？可以采访你吗？可以耶、欸！好特别哦，我竟然可以采访你耶。跑题。不行哦。好吧。专家的评论。我们竟然跟他是仇人，可是却可以采访他。受访者笑到不行，有趣哦。回答一个不哦，就这个吧。回答问题，讽刺一下啊。受访者想打你，又错了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耶，在乘二，哇，棒棒！好，下一步，我们不能跟你聊天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没关系。阿琳娜，你也在这，我们的伙伴。他怎么笑起来都很浮夸、啊？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人可以邀约好了。再聊一下。好，就这样。他是谁啊？看一下。好啦，我们先看到这边好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找个机会。哦，好好好，排队排队，拍照需要排队。偷看一下你的简介，想跟我一起拍吗？好，我们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坐在那个光头的旁边，搞不好可以跟他挽回一下友情。他坐在这边呢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但我们看到他坐在这边，好不好？好像可以，坐下。我想跟他聊天看看。啊，不行，好可惜哦。啊，真可惜，不能跟他聊天啊。好啦，离开了，离开了。我觉得没有带下去的必要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哇哦，升级了，又获得一个天赋点。我们来，这是什么啊？出版商之友，通过业界最卓越的出版商独家提供来第一个游戏游玩。这优惠价格哦，可以优惠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客串哦。我觉得优惠也不错哎。好，优惠，我们可以获得那个。他在干嘛了？你去做影片呐、啊，然后我把我等一下影片剪接一下，然后你来玩一下这个吧。初体验。
然后你用工作站三应该不错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影片用完，全项哦，全项好，访谈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拍这个开箱哦。哒哒哒哒哒，真难得可以跟他讲话对谈，不能跟他讲话对谈哦，可是可以跟他拍片、嗯，真的很奇妙。好，就这样吧。柔焦、平滑、调整对，等级降。哦哦哦哦，怎么那么高分啊？哇哇，工头大家都爱你耶！广告邀约好哦，玩这个 PS3 的哦，好哦好哦，接受接受，开启。噔噔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那款游戏来了没？是这个吗？感觉不是。9月7号有发布会，这已经过了啦。然后9月15号之前。玩个 Dangerous 的 DS 游戏，先开起来，先开起来。不知道游戏来了没？好，上楼去吧。那我们来拍个影片，然后我老公又不见了。睡个觉，然后补充一下。其实还是有副品吗？虽然兴趣很高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我是拍你的录制影片的，你怎么这样？哎呀，真是的，不给面子。噔噔噔噔，想聊天吗？好，先跟你答应，然后我们再拒绝你。他去哪？哦，他回去了。好啦，我们要拍那个影片才对。9月15号之前，来吧。记得叫灯，对，就是这个。这个，然后，是什么影片啊？我忘了。游戏过程，赶快拍。还有5天。游戏过程。单向，好的，就这样。显示，没有兴趣了、哦，那就删除影片吧。打招呼，哇哦哇哦，有趣。按错，升级了，就唱歌啊。然后主选单跑题。之后专家的评论，然后再来是他过场动画哦，严肃吗？还是这个好了？又有钱喽！完成困难的挑战。这个，然后是开始游戏前的话就严肃，之后教程哦，快乐吗？错了啦。载入界面哦，那只能这个啊。最后一个挥手拜拜。好，嘿，我们应该是坐在二楼椅子上啊。等一下我看到我看到我老公来了，我们先下楼看一下。不，已经是太忙了。我们发布会那个啊，刚刚有点那个，就是操作有点问题，所以显示没有在上面。好，这个这样，这个00呢？不行，这个我们选分数要高啊。这个分数有点低，
好，就这样。真平滑镜子，加入标题，上传，耶、yeah! ，棒棒！这个电脑我们自己修理一下。哇，好忙好忙哦！修完之后，我们来跟你拍个合作影片吧。就玩一个新的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，老公？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吧。噔噔噔噔，我们应该可以用工作站二，然后双向的。好，走吧。噔噔噔噔噔，快点上来，快点上来。赶快上来啦！看帅气的走上来了，有没有？嘿，开始！哎、好，碰刺一下，加分，升级。然后过场动画就。啊！我按错了，我按错啦！哎呦，真是浪费了，隐藏物品哦！大叫，快乐的大叫，附带提示载入页面。有趣的评论，啊，又错了。杀人犯，怒。开始前的时间严肃，然后是挨打，挨打了。挨打边唱歌吗？乘二，然后就这张吧，没有了，没有别的了，除非最后一张刚好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好，简介，广告邀约，耶、yeah, ，给我钱。哦，我们可以用 3D logo 来做开场，当然选这个啊。噔噔噔。哦，我们的家真的越来越大了耶，走下来好久啊。这样，哎、欸，你在选什么啊？这个啦，然后这样，好，让它有接到。调整对比度，柔焦，就这样吧。嗨嗨嗨，我在想你哦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单哦。我很想跟他聊天呢，试试看啊，还是不行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讨厌。我们都累了，先睡个觉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来招募一下我们新的伙伴。你又倒入，就是侵入我的手机了是吗？才不要。想聊天吗？好哦。可是我又快没保湿度了呀。这样没关系吧。我觉得我们还是看一下我们要跟谁合作好了，搞不好我们下一次就可以来邀请他当我们第二个合作的对象哦。就我们应该找男生，真的要找男生。噔噔噔噔，还是我们在这个跟 Kobe， 可我觉得他应该很贵，我没有多余的钱。我觉得他其实感觉蛮 nice 的，还是他好像也不错。叫 Marley 也不错啊，从一等的开始培养。至于他呢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下降我们的那个仇恨值。
好啦，那我们下一集再来看我们要跟谁合作，然后把它招募为我们的新的合作伙伴哦。今天就先到这边哦，大家拜拜。